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梅阿妹。哎呀，现在是9点多，快到10点的一个时间哈。今天我特地没有吃饭呢，从我家那边嘛赶过来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乡镇嘛。然后呢，就特地骑了个小毛驴，就咚咚咚赶过来，为了去寻找我那个记忆中的一个早餐的味道哦。好，现在跟我去看一下哦。这边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乡镇上的一个古街，其实我对于这边的感情挺深的，因为小时候都是跟爸妈来这边买衣服啊什么的。现在走到我们这边的小巷子这边哦，记忆中那个锅边糊的味道。我看到了有一家跟我爷爷做的一样哦，都是我们的一种传统手艺人哈、哦，他们修鞋子的一个，可以看一下。这些工具什么？哇，这个是大型的工具耶。马上就快11点。老爷，老大爷呀！哇，跳蛋的老爷过来了。对啊，可以看一下，现在那边还是好多人哦。哎，吃早餐喽，好开心！这一家哦，是我小时候大概15、16年之前，阿姨有哈，你们开了多少年？哦，对的，30多年了。嗯、我大概是15、16年之前发现你们店的，所以今天早上就说一定要过来吃一下。那我们现在让阿姨打两碗那个锅边糊，然后我们尝一下味道哦。来，走喽。哎，你这个米糊是怎么弄的？大米做，大米做的，找米吗？还是差不多，差不多找米。是用那个平时的机器打一下就可以了，用水泡的。我小时候就是吃过，我就觉得特别好吃。然后那个今天我们是想说在附近再找一下，其实因为这边几条街我有点迷糊掉了。我一直以为说在那个东大路那边那个叫就是煎包的附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对，去那边找没找到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开了，好快啊！对。加一点我们的芥蓝菜，还有豆芽。还是用的粗盐。对。我们家里现在一般用粗盐。他来过。嗯。人家不是。你来的了。在这儿。这是广告。是的，没错，最有特色的锅边糊，没错。哇，有那个这个叫豆芽，嗯，好吃点。嗯，再帮我拿一碗，谢谢。好。为了熬夜谈个白饭，我小路。哎呀，别熬到你。来。那，一点。哇，锅边糊配油条绝配哟、哇，豆芽，跟小时候的记忆中的味道一模一样哦。绝了的味道，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说妈妈今天不要煮早餐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拿着那个几毛钱出来吃个锅边糊，然后配一下油条。好，一碗吃完了。对，你那个有个广告怎么说的，胃里暖暖的，现在真的就是觉得说胃里特别特别的暖。其实小时候这一碗的话呢，是我想一下，是5毛钱吧，然后那时候当时油条的话也才两三毛吧，那样子5毛好像可以拿两条，现在这一碗要3块钱哦，所以物价真的在直线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中。那我吃饱了，也喝足了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子哦，明天再见了各位，拜拜。